三楼是还可以。啊，米波！电魂好像这个模型还可以啊，还可以分割。米波有点炸裂，好吧，米波。电魂这模型不太行啊，怎么长太低了？电魂哪行了呀？有人说打路人局，这样路人还不会骂你。很简单的道理，我随便碰到什么队友，他刷到烂刷到死，一场 PK 都不来，他架都不打，他有本事把对面的基地推了，我就觉得这种队友牛逼。因为玩游戏最终的目标是赢，只要赢了你干什么都是对的啊，输了干什么都是错的。这一把好像好技能很多的样子啊。电魂，我喜欢电魂。不拿余震吗？哦，应该啊，余震。余震没了。余震不拿怎么打？余震这把有叠油呀。哎，远程拿水刀有没有用啊？有用。不知道。有用但是不好用，要贴得很近才能打出建设效果。不是我这个拿个猴，我的猴核桃或者潮汐。我拿你吗？潮汐是什么？你搞什么那个。哎完了。你他妈的智商是真的低，老子真的懒。哎我他妈的我没注意到我了，我操。老子真的懒得说你，智商是真的低。那 A 不 A 吗？我操。A 了吗？别人说我们赖皮，他们模型用不好。哎。我这么好的技能别搞啊！请挑选英雄。我再拿一个啥？拿一个赏金的偷钱吗？我操！我他妈的以为，我以为他妈比我才看谜团的。我拿个偷钱呗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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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随便玩玩。哎，我想拿他妈那个逼的瞄准的，我还在。这把没了呀。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哎呦，妈了个逼！余烬加量，操你妈的，啥兵器了？在下线霸啊，谁来谁死。图腾有人断吗？给他爆。图腾已经被拿了。图腾不早被拿了吗？图腾另外拿了呀。暗杀。哎呦，不用断，不用断啊！断吧，断了没事。这个不用断的呀，吴总。断是不是你那边的弹幕跟你讲？哎，这个，算了，我这把打谜团了，我这把打谜团。对啊，必须断，他们说必须断，必须死命令。哎呦，哼，其实是不用断的。理论上来说，我再点一个抽弓，再点个魔爱诅咒，是不是无敌了呀？魔爱诅咒你肯定拿不到呀。那熊猫大能不能留给我呀？那我拿抽弓箭爆头呀。可是熊猫大我是有这个的，是有不稳定的熊猫大。那你拿吧，那我这个技能有点瞎鸡巴搞的呀。我先把余震断一下，没事。这个酒仙要拿魔爱诅咒。拿个水不好吗？王德豪，你他妈逼的，想办法呀！阿豪，凋零拿了呀，凋零拿了就有用了，米波。我这个就是打谜团呀，我说的呀，有办法的呀，乌，别紧张。不，隐身这一把可以拿吗？哎、毒镖可以拿。你是乌溜溜，你要拿魔爱诅咒？我这个模型应该是物理吧，峰哥，我不然能打什么呀？魔爱诅咒你拿不到，九仙也会拿，峰哥，九仙也会拿的，拿抽弓嘛，九仙会拿魔爱诅咒，肯定会拿呀。我拿抽弓加隐身呗，肯定拿不到呀，峰哥。我看隐身拿不到，我拿抽弓加隐身呀。我操，这个哑巴蛋有点秀啊，他不拿钻，他觉得他有水刀刷钱够了，就是拿钻点。他控制拉满了呀。三、二、一，这把小谜团给我。阿豪，我把你小谜团断了，你会不会人没了？
不是、那个可以，他可以拿钻啊，他可以拿斧王钻打钱，也挺爽的。啊，对啊，米波可以拿斧王钻，可以发育啊。可以可以，我拿斧王钻，图标现在好好强。哎，米波拿钻怎么样？我觉得你拿钻打线上好。我拿钻呀，我是打钻呀，我是拿钻呀，钻可以，钻可以。但是跳拉还是标有啥用呀？所以我要隐身式切入单抓，都是完美的技能。隐身感，隐身你可以把它当作为引刀。这一把风哥啊，你带不了躺啊，咬还是拉？下次我随机技能我都必须要 A。我所以我觉得我这个技能拿的还不够牛逼，不很垃圾，所以我这把不厉害。你这把不厉害。那你谁有觉得我们这几个人当中技能谁最屌？不知道。你这技能也不厉害，你他妈跟我换。我觉得厉害呀、啊，我觉得很厉害，好吧。让对面一个技能啊！我跟你说，这个鱼精张亮还真不是垃圾技能，好吧？我、现在怎么那么垃圾了？很垃圾，技能没有 miss 很有 miss。我本来就没有，他自从改了他就没有了。谁中？峰哥中是吧？我优，我中无敌啊！我有偷钱技。你去啊，峰哥。我这把是，我看一下对面技能啊，我断兵。这把我又可以打五号位了吗？我打四加五。这把有个钻还好一点。哎、这把我真的，上把我上把那个蜘蛛。优势不言而喻，电流随你引导。不，电魂这英雄走路有点慢，我操！你峰哥有办法的，装刀呀？不是你不是有隐身吗？隐身不加加控加那个的呀？加啥？移速的呀？隐身加移速的吗？我记得赏金的隐身是加点移速的吧？不加的吗？隐身加的移速吗？不加吧，以前加吧，现在我记得加呀。小莫加不加？小莫，移动速度减款是什么东西？把隐身减别人的移速呀，减别人的移速啊。我有标记啊，标记是加移速的啊，给你个信息。哎，这把我去这段就是电棍打到六楼吗？这样打架更肥。我看一下他们的技能是啥、啊、哦，小骷髅的家，你妈老子搞错了，我操，你真是个鱼啊，乌赏金隐身不好用，他撒把粉就减速、我看了一眼对面好像没什么技能啊，没什么技能可以没技能了吗？你妈我没，我的意思是没有技能打我那个断兵。这谁放的？吓死我了！我的。我去断兵了啊！第一波兵你吃一下。兵没卡到。那我可以去蹭经验不？可以啊。非常好。巴顿将军，水刀加红。向前，当然我在想我加了好个技能，这个吧，你最好等我三级，等一下，这样我屌很多。向前，你这个触发吗？这个钻加什么的？不知道。前进。我跟你说，我们怎么打呢？你让我先到个山，你帮我拉这波野。哦。我吃完这波兵，你下一波就可以吃了。我下一波就到山了。
酸了。然后呢，我跟你说怎么打。牛逼，这拉野，但是拉波没拉到，陈波也没拉到。你跟我一起，有点辣啊，有点辣我的。你等一下往右手边拉，然后把那个兵拉过来。哎，我好像打得完，打得完就不用。对，可以干他们。这个你有大药吗？大药，我有吃素。哎，阿屁怎么跑了一个？我操！我的闪电在咆哮，帮我打走他就行了。闪电冲击。前进。哎，怎么都被个鬼刀啊。必须拉这一波。吃素，双倍伤害。我双倍可以杀吗？这蝙蝠可以，绝无意义，非常好。电阻最低的路线。痛服，没事没事，死鬼子，吃了两颗，可以，没事啊，我都死了，哎，你可以去线上困了，我打野了。火枪 TP 不知道去哪了。我玩一个鸡。你空了，你可以帮我。下下路三个，下路三个，当心。不了，我有费拳的。东东什么英雄啊，东哥？火枪有攻，火枪有攻克的。巴顿将军。我过来帮你杀，我放个大。三个人啊，能杀吗？没，他没状态。峰哥干他，峰哥。我不管了。地震有地震东西，我操！妈的。跟不上兄弟，快手把他们都赶跑了。我没驾临，尝尝我的厉害，我感觉通上了电。向前，
好啊。向前。怎么这么一点啊？哎，你要等一下，你要等一下，我用个一个石头。哎，为什么偷不到钱啊？快如闪电，时机到了。电阻最这边死了。知道，我知道。冷却中，绝无意义。不是也拉了三波也五波哈哈前进走鞭策你的形象不行了，不行了！我的闪电在咆哮，我还没有准备好。走，上路有空吗？有减速，但是他有船挺肉的。看一下他出不出来，出来再来一个人可能能杀。他往里跑了。这样人头都是我的吗？无所谓啊，我不需要人头，我只需要偷钱。什么就大是吧？来不了，我替上的。哎，我能跳拉他，我能跳拉他。这老逼，我操！妈逼呀、啊！你们物理要不灵，太了。扶赏金扶，赏金扶。能吗？能杀吗？我有大招。到了，等一下我来杀他。下路有减速，好吧。下路他敢带就可以杀。上路感觉有机会啊！我想把谜团的大招放出去。可以哑巴震荡。我有咬，我有光。好。但是我感觉我们还差一个，再拿一个可以吗？这他妈也太难了吧！哎，哎呦我的，妈了个逼！我的能量在增长，掌控闪电。一波还是差了1600的。我上来了，杀这个酒仙。我没蓝啊，峰哥。一个技能就够。咬住他就够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如你所愿。妈了个逼呀！我操，这么多人！
吃了一个女王大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前进。走。巴顿没大了。军团全面加固。哎，中路。妈了个逼，这都要干老子！放了！我闹呢，他妈的！我知道了，开最凶！妈！电流随你引导。我的怒火即将。我上来杀九仙了，和他。他想杀我，你看到没？放，注意放一个醉拳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一时的完了。技能了，他现在没了。走！哎，一帮我把门关一下。啊，快如闪电，风水。嗯，哦，好。死亡闪电，晴天霹雳，向前。前进。非常好，看一下我大招了，哎，人 TP 了，这把有机会吗？懂了吗？下路还有残血，我操，他还有粉这种东西，你一个人弄不死这九仙啊！妈的，没注意这个牛头，他妈的这个技能是个余震。把塔推了，我要被反补了。敌方下塔已被反补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啊，刷的好慢啊！这个。可以。
地图上已经看不见对面的人了，我操！他有那个，其他下巴真的大。哎。我操！这被他跳走了，妈逼！都能来打吗，峰哥？算了，我得出跳了。哎，救救救！哎呀，没 BKB 不行，还是要刷个 BKB 再来。他妈的，妈逼呀！我把跳吧，我不出大哥了。他没大的，他没大，跳拉死了。真的跳拉就死了吗？他没大呀，被我打漂亮呀。下塔需要支援。刚才现在不行，现在不行，现在不拉了。恢复有人要吗？我要，你留给我就行，不用管。哇，这么打架我不来啊，刷一个 BKB。 人呢对面抱团呀。要不然我们骑车开包括往下路走，我想打个 BKB。啊、我想打把跳。鞭策你的形象。变流随你引导。不服。快如闪电。逼火枪什么意思啊？闪金滚滚来。给我吧。哎呀，这个鸟，我不来啊！这一波没 BKB 啊，快我鸟回家拿 BKB 再打。需要支援。死亡闪电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打个又没拿到。过往云烟。跳了，可以干。等峰哥打个 BKB， 我有雾，峰哥有 BKB 了。那边有跳火刃甲了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干、啊，让他们干、啊，现在会 BKB 了。来，我当。我看一下啊，牛头有控制，火枪有反，就火枪的反，要不要炖的水、哦？他们控很多，他妈的！夜眼军团全力加控，我方下塔需要支援，我方下塔已经失守。你跟着我得跟着峰哥打。完了！这个 B 开了个团友好弱啊！我操！溜溜溜，兄弟们溜溜球！我觉得不打团。被水起来了！让小魔法去抓人啊！不打团啊！打团白给啊！不是，
怎么？那得打个 BKB 后面去了。那我得打个 BKB。不打船啊，打船怎么打？他们技能比我们屌哈，打船现在。这输出得打个 BKB 了。我瞄了一眼，我们他妈的一个控制都没有吗？除了大招以外。好的，打个 BKB。哥，你好像没看错。哦，你好像没看错，只有小摩尔的那个天手拉人。小摩尔的天手拉人。我马一样的车身，我必须摸龙。关键是拉了回来，秒不掉他。哦，我有盾，我现在出去有了。那有反一个水，然后可以拖很久。一个余震又跟上来了。闪电出击！前进！我刚才要不把这个图选好。向前。哎。好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赶紧打个 KB。下路备好了，路备好了。呀。太恐怖了。我没有 BKB， 我好难放大。那你干嘛不出 BKB 呢？他妈了个逼的！啊，早知道我他妈出电锤刷钱了。他妈怎么在出大根呀？我的好啊！你玩的是你妈呀？大根有什么用啊？啊，早知道我这一把出电锤打钱去了，我操！想着有标记干架的。我活到就死，我被他活到就死。谁知道你这么不靠谱呢？傻逼啊你！老子女王模型打物理 DPS， 你妈逼要很久，兄弟。啊，不是出三级大哥，你玩的是你妈呀！我是刀谁知道你不靠谱？哎呦，老子他妈被关了，我操！即将爆发！跳水啊！我在想，我在想怎么跳，上金滚滚来！掌控闪电！我的闪电在咆哮！哎呦，我操他妈的，怎么还在这？核桃，赶紧搞个 BKB， 玩不了了。向前，差多少？2700，是到我的。别打，别打，打了要出师。诶，他有大的。呼你妈的大根，我操的。走。哎，这个蝙蝠。哎呦他妈比哑巴顿大。然后哑巴顿有9000大，哑巴顿是可以杀的，但是也得一跳嘛呀。哎呀我操。电流随你引导，闪电赐予我能量，试试我的静电。时机到了，要不然我先守着蝙蝠。他有哑巴顿大，没用啊！秀他，我想想办法，先打个 BKB。
人来了，把人架好了。一定得等我 BKB 啊，好像。啊啊！我也要出个 BKB， 不然打不了。出 BKB 也打不了，他和我用我就没了。啊，和你，我又马上有 BKB 了。等一下，福哥。哎 ，miss 了吗？这都没打死他吗 ？miss 了，好像不哥。如你所愿，我想办法再打 BKB 啊。嗯，需要你的跳拉，兄弟，一波就活了。快如闪电。这里好像有个眼。哎呦。哎，受不了了，跑得又慢。如你所愿。直流电。差一波。绝无意义。师傅，师傅，兄弟们，师傅，我快 BKB 了。我 BKB 了，我 BKB 了，那就打吧。时机到了。电流随你引导。我方上卡需要支援。还没 BKB， 我差点了。啊，乌 BKB 没乌。我还没有准备好。下路好像可以打了。需要支援。干呀，上来干呀，把哑巴盾秒了。我买个雾。我自己开雾啊。我很猥琐的，我很猥琐。有没有人扛一下？有人扛吗？上不了，赶不过来。不是队友被先手，你们都不靠过来了吗？再靠呀，他妈走的没那么快呀！妈逼，再看呀！我就看，他都在观望，都他妈要切入呀！我他妈逼这个，我不切入咋办嘛？好，电阻最大，来给，你赶紧先打个 BKB， 你先赶紧打个 BKB，BKB 我真不敢上，兄弟，好怕。先打个 BKB， 向前。怎么都在我逼，真的服了，我操！走，我的闪电在咆哮。
前进。绝无意义。店主最怒目我操。过瘾了，真过瘾了。对，没想过去。一个逼火枪，他妈了个逼的！这逼又是粉又是眼的，好烦啊！还会跳，关键是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我方下塔已经失守。我活了就有大。需要跳刀，好多装备啊！操、啊！我们他妈的没一个有战斗力的呀！我发现。活了有大。我方下塔已经失守。我方下路兵营需要支援。天辉军团全面加固。我方下路兵营已被摧毁。我方下路兵营已被摧毁。我输了，这场好痛，不好意思。我怀疑我们这技能学的也忒有问题了吧？来吧。Oh my god！ 啊，没雾，有雾，没团有雾，来吧。还没有准备好。那就走吧。我们两个抢救火呀！我抢救火。我都没打赢过就不行了呀。我们有标记的。走。肉身已被异能击伤。自由流动。我的闪电在咆哮。看看这波能不能打。走。我操！快如闪电。太雾了。牛头还不能使用，牛头要不我直接放他杀他，杀了可以杀。哎，有没有眼？正面打不了。我们这把，我只能说这技能学的太蠢了。根本打不过呀！顶在前面的全是他妈一秒秒不掉的，怎么打？房管干活了啊！这一把喷的全部疯了，因为他妈的喷的都是看不懂的人，在那里瞎逼喷。你妈队友一个控制都没有，前期人头为什么会有八个人头？都是他妈我一个人杀的，一个小控都没有，我去找谁杀？人都是我单杀的，我也没控，但是我是 DPS， 不带控是正常的。但是我靠这个隐身单杀了好几个，我方中塔需要对线期一过到中期我就没法单杀了，因为对面有斧王跳吼，我方上这一把就没办法，我出了打架装，早知道我就去出刷钱装了，但说出刷钱装也是要输，因为我们控制没对面多，打架没有对面厉害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，我90%的参战人头全跟我有关，基本上我另一个是关键啊。我方中塔已经失守，我方上路兵营需要支援，我方上路兵营需要支援，我方中塔已经失守，我方中路兵营需要支援。装备就有多吗？有说法吗？我方中路兵营敌方出动超级士兵。我操，还有这个技能！
方中塔需要支援。冷却招，绝无异议。好兄弟了吗？我可以下把了。怎么了呀？如你所愿。现在今天不是我力气重，是他妈的撑的，有些人真的撑，撑的他妈跟智障一样，是真的撑。关键是又蠢又爱喷又看不懂。那些说电锤没用的兄弟，你看我前期没，我想出这个电锤吗？我前期出了相位战鼓打架，六个战鼓开完全部单杀，全部用来单杀，因为我们没有控制杀不了人，所以我出相位战鼓来打架，配单刀转 BKB， 四个打架装，转手发现我出一身打架装没有一个有用的，打不过，我再去补了电锤刷钱，因为这个时候打架打不过了，所以补电锤刷钱，看一下后期能不能打，对吧？打不过你也不能放弃啊。这一把我都没有去刷什么野，因为我没有技能刷，所以我这一把连钱都没刷。前面我就三路在干，中路先压哑巴盾，上去隐身杀熊猫，下路上面杀火枪蝙蝠。三路在干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那种说我在他妈跟野怪打架的那种傻逼全疯了，赶紧的，水友们啊，房管们，赶紧的说这一把说我在跟野怪打架的，全他妈给我疯了，全他妈是智障。就应该分，喷都喷不到点子上。是呀，你喷到点子上了也就算了，喷都喷不到点子上，乱喷。你那个兄弟呢？嗯，峰哥。